怎么知道我们这边的一个社会文化，还有语言的沟通跟家庭的沟通哈，甚至于这个叫他们怎么生活的沟通哈，工作哈，所以每一年我们就办很多活动哈，甚至于一年有三大节日，他们都会知道了哈，春节还有端午节、中秋节哈。我们过年有好多习俗哈、你知道过年为什么要包红包吗？新的过年还有那个长的一岁，还有多赚的大钱啊！为什么妈妈要煮一条鱼啊？因为年年有鱼哦。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哈。我们现在有很多国家的移民来住在台湾，尤其是我们的现代的新台湾媳妇啊，一共嘉义县就有13000多个哈，7000个来自中国大陆，6000个来自东南亚的国家哈，所以他们都是我们现在新台湾之子的妈妈啊。那怎么样让她融入我们的台湾的传统的社会啊，非常重要。所以嘉义县政府社会局，我们有在六角乡，那明年呢在新港跟民雄哈、也有做这个是新移民的一些服务中心。